行吧，那这个寒冷的冬天，我们互相隔空的抱一下，好不好？让我们听到爸爸的声音，肉麻呀，怎么这么臭？来，一起来抱抱！好嘞，二一。我镜头面前的朋友也是。是真的，他们还想说一句，我们想你了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太头麻了是吧？哎，让他听到五个字，我们想你了。一二，我们想你了。你们真的是怎么回事？这么肉麻？深深，其实还有更肉麻的。老师，您说好听不听吗？还有更肉麻的，他们想让你。